哎呀，不要挡住我啦！喂，我在看球哎。哎，哎呀，哎，不要卡翘了。哎，叫你不要卡翘，黄佩韵，刚刚叫做什么？什么哥哥叫叫？你在看球，我在练球吗？女孩子练什么球？你是女生来的嘞。谁说女生不可以喜欢足球的？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今天不止来了多少为足球疯狂的漂亮女生们？哪里有啊？女生们，让男生们听听你们的呼喊声吧！哇哦，世界杯果然厉害嘞！连这个男人的运动也一瞬间成为全民的运动。不止除了世界杯的这个威力以外，当然还有我们 FGA CYC 的魅力。Crazy Young Christian， 你们说是不是？耶 ！FGA CYC 真的是一个充满热情爆满的一个地方，好像我们的家嘞。佩玉，让我忍不住很想喊一句 Welcome home！ 哎，你怎么叫我喊这句的？哎，伟静，我们是一家人，就像今天的主题那样 ，We are one。Yeah， one vision， one passion， and one glory。想知道 FGA CYC 为什么让人感觉像家一样的秘密吗？非常简单，当当当当，原因就是小组。哦，没错，小组就是好像我们的小家庭，让每一个人都能够被关怀，同时我们也学习关怀别人。我们与小组组员一同扶持成长，互相帮助与鼓励。更重要的是，有一群人在你低落的时候陪你一起哭，在你开心的时候陪你一起笑，在你紧张的时候陪你一起跑，在你无聊的时候陪你一起疯。有像我和他一样的可爱的组员，你还在等什么呢？赶快加入小组吧！请注意，请注意，本周日 FGA CYC 中央没有任何活动，各牧区小组可自行安排会议。Go！你期待已久的挑战迎来了，7月18日至20日，星期五至星期天，便在 P7 云顶平安苑，优惠价为90元。喜爱刺激挑战的年轻人，你们还等什么？快来参加吧！下周读经进度是《创世纪》28章第15节。我与你同在，你无论到哪里去，我必看顾你，我必领你回到这地方来，因为我必不离弃你，直到我实现了我对你所应许的。一看就知道我们比上个星期那两个弟兄更有读经量啦，对不对？对，不用羡慕，只要你本周内与我们一起努力阅读创世纪24章到31章，并且守备创世纪28章15节，你也可以像我们一样出口成文哦。FGA CYC 圣经班下周开课喽！这个学期我们仅开 Station One 一堂课，鼓励还未完成 S1 课程的弟兄姐妹，请你们踊跃的参与，在神的话语上面更多的扎根。开课日期为7月13日，也就是下个星期天中午1:30至3:30，地点为 Basement One。招待团队欲征招服事同工，若你符合以下条件：已经参加小组至少6个月。完成圣经装备课程第一站，并且有一颗愿意付出的心，那么就是你啦！获得组长同意后，你可以联络负责人。新一季限量版 Army of God T-shirt 和全新圣经现已在 CYC 贩卖柜台销售，鼓励各位在会后到 Basement 购买。Happy birthday to Eden!
Happy birthday to you！ 恭喜来自 FGA CYC 4W 的刘俊成夫妇荣升为爸爸和妈妈。FGA CYC 也祝福小 baby 刘宇峰快高长大，且神的保守与看顾常与家人同在。阿门。我们也恭喜来自 67W 小组的 Desmitra 获得了 Jasmine Girl Search 2014年度冠军。实在是太棒了！哇、wow, 哦 ，FGA CYC 真的是卧虎藏龙呀！感谢神把那么多有才能的弟兄姐妹放在我们中间，让我们继续的加油，在世界发挥光和盐的作用吧。说的没错，我听说今天有人才济济的泰戈牧区，哇，为我们预备了许多精彩的演出，我是实在太令人期待了。没错，终于等到这一天了，我不看球了，你也别练球了，聚会要开始啦。We are one， 正式开始啦。